才有乐趣啊，对对对。自学吗？对吧、啊？就是自学木工。这个很困难。困难了，不会啊，老师教得很清楚。对。现在好处哦，是家里变得更漂亮啊。现在老师会给你一个 idea， 然后你自己要画什么的话，可以用你的想法去做。对。